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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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9月12日啊，即系点有得唔睇啊？系咪呢个世纪对决？唔知有冇第二次啊？吓，成程嚟讲 OK 喎，啊，冇乜搭声啊，各样，你可以话冇火花啦，但系我中意呢啲多啲，即系你可以清晰咁样有道理又好，冇道理都好啊，你讲晒自己个见解先啊嘛。今回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嘅卡马拉哈里斯，即系河马。对呢个侵侵啊，咁侵侵我大部分政策各样嗰啲嘢都几认同嘅，就只不过咧，对于保护主义方面啦，始终美国你唔可以净系谂自己噶啊，倘若俾呢个普京肆意妄为嘅时候，你最后啦啊嗰张单系会更加大嘅，以及啦，即系其实到底侵侵做好唔好咧？佢一直嗰几年咧，世界好似好和平，但系呢啲表状嚟嘅啫，即系你压住啲嘢啊，唔觉。跟住呢就发晒出嚟，即係普京嗰几年啦都喺度做戰备各样啦。如果你要处理啦 ,2014 年时候呢、這个克里姆林宫咁啊入侵呢个黑岛啊已经要处理㗎啦，係咪咁侵侵任内冇乜做嘢喎，但係啊佢啊做到呢个富油价嘅。咁呢点就令到世界嚟讲呢係有一段和平嘅岁月啦。但係今时今日啦，你俾佢返上去嘅时候能唔能够好似往昔咁呢都好难讲㗎喎老实。但系正如我话头啊，未到11月之前啊，啊民主党嗰边都发力㗎啦嘛，你见到库尔斯克嗰边啦，咁唔知㗎啊，仲有3至4个月到，等睇好戏，哇唔觉啊，已经9月12号啦，你距离11月6号啊，好记得嘅四年前，哇唔觉就四年咯，嗬，四年前真正认识到啦，原来美国都可以咁黑暗，咁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啦，咁其实啦，美国嘅国运啊，咁我哋又要11月嚟见证一下啦，你其实而家都已经可以话小人道长君子道消㗎啦，係有个道长系小人咁样，小人道长係讲緊啲小人啊，佢哋嗰个行径越嚟越乖张，而世界亦奈佢哋唔何啊，啊以及你要求啲小人去主持正义，小人斗小人，就令我諗返你春秋战国时期啊，啊平王东迁啊嘛，佢自己都有弑父呢单案喺身嘅，咁你话点约束嗰啲诸侯呢，又是西周就衰落啊，实情所谓逢左必共就咁简单嘅，如果唔系资本主义嘅时候呢，嗰啲一律啊就唔应该受到认可啊以及執政，就唔知点解而家个天下突然变咗 socialist 嘅天下啊，即係马克 ABC 啊，唔好同我讲咩社会主义，即系共产主义 ,ok?The same, no difference at all, they are exactly the same, don't fiddle around and think they have some nuances or anyway, 咁话说啦，睇到我瞌着咗啊，冇乜火花咁、啊、但係呢当中都有啲嘢入脑嘅。其实啊美国会唔会步英国嘅后尘呢，逢左必共啦嘛，今次就冇㗎，嗰阵时嗰啲 pensioner 都諗住事不关己又几不劳心㗎啦，都咪换下囉，冇乜所谓各样啊，而家一上嚟啊 cut 鬼咗佢哋啲暖气先，睇下佢哋冻到天寒地冻打晒牙教嘅时候，就喺社会主义系咁嘅，咁样咬到棚牙都崩埋，要睇牙医啊，就可以知道啊，表达自己嘅主张，容许呢个马克 ABC 入侵嘅时候咧，啊，佢哋系要付出呢个代价。咁我哋当然就食花生嘅啫，又唔会话乜嘢噶。你话一齐受系嘅，咁但系佢哋受大份啊嘛，咁啊有钱啊嘛，人哋系咪？咁啊等佢哋食下先啦。咁而且啦，啊，英共啊，亦都有新一轮嘅，诶、哎，参考加州嘅喎，咁快啊吓，就系喺呢个天牢入面啦，将嗰啲咩人都好啦，唔理㗎啦，3721都释放出去，因为唔够位喎，好似话两个人一格啊，好辛苦喎。咁结果第一时间做嘅，佢哋出到嚟就係、是、当然搵返边日啊，边个系原告人係咪啊，冇几耐佢哋又入返去㗎啦，原因啦 冤有头债有主㗎嘛，即係放佢哋出嚟把握一生人一次嘅呢个翻桌机会啊，咁边个告过佢哋就唔好彩啦，目前有得震
啊，就冇得瞓。咁万一当日啊，佢哋都系有投呢个英共嘅时候咧，哇，又更加好彩。我直情想访问呢啲友仔，并唔系抱持住幸灾乐祸嘅心态啊，而系抱持住即系我直纯粹想娱乐自己嘅啫。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到底阁下嘅感觉而家系点啊 ？How do you feel exactly at this moment? I would like to share your experience to others if you don't mind. But whatever, whatever， 今回我哋嘅主角系侵侵啊，以及我咁你啊，就唔知点解噶吓，英共一样嘅啫，同登登做嘅嘢就系、是、禁止咗嗰啲页岩油嘅开采啊，咁啊搞到嗰啲燃油价格咧冇雷公咁高啊吓，美其名就系话环保啊 ，Green New Deal 啊，各样 Net Zero 咁样嘅，好激进下嗰啲，同埋针对驾驶人士咁样啦吓，咁、啊、结果啦，人哋俄乌啊，以及中国日日啊喷出嚟嗰啲黑烟啊，都唔知你几多架车啦，所以做呢啲嘢又系嘥气。咁但系冇嘥气都要做咁样嗰啲，而家人哋大权在握啊，美国都系嘅啫，大权在握嘅时候，你 Q 得你啊，冇所谓嘅民意噶，我唔相信呢啲嘢噶吓。不过今场咧就民主辩论系咪要做啦吓，咁、啊、都可以三打一噶，围抽得唔得噶？啊，咁算唔算遵守规矩噶？又系嗰啲好片面倒嘅呢个 fact check 啊，各样嗰啲嘢啊吓。就话说啦啊，你话边个表现系更好啦？我哋好唔好啊？咁讲。更好，咁冇辦法㗎喎、哦、我一定係即係如果你問我、啊、肯定係 Kamala Harris 啊，原因好簡單，你以為佢只係識笑嘅啫嘛，唔係喎，上到場有台型喎、哦、咁有啲人話佢搔首弄姿啊，喺度又呢又路啊咁樣，隔離嗰個表情目睹添，反而你唔可以咁講喎，佢有表情大師各樣啊，嗰啲訓練過佢喎、哦、有備而來喎、哦啊、又知道曬啲題目各樣嗰啲嘢，有做功課，你不得不配佩服人哋，不过收咗钱嘅，但系收咗钱啫，都可以好懒噶嘛。你睇下登登系咪啊？收完钱啦，即系都去海边 wet 啊，各样噶啦。咁但系卡玛拉咧，反而系珍惜呢个机会噶。你见到系咪？咁喺佢做检察官时期啦，加州嗰啲鸡毛鸭血啊，各样嗰啲，我哋唔讲啦，因为唔同身份做嘅嘢可能唔同，有机会更差，有机会更好啊吓。当佢系阿 Lisa 啊嘛，作为美国总统嘅时候啦，可能系另一个。脸孔能够做到嘅可能更多啦，唔清楚。咁你话侵侵今回啊，你问我啊吓，失分失得最犀利嘅喺边 part 咧？得分得最犀利嘅又边 part 咧？好得意噶呢个世界，其他嗰啲议题鬼识咩？啲友仔咩奥巴马医保各样嗰啲唔记得晒点啦啊，有得用就算噶啦。你问呢啲佢哋唔知嘅。讲下通胀咧，啲人都仲会即系留心下，因为食薯片饮可乐啊嘛，你无啦啦贵咗几廿个 percent。至于啦。如果你讲嗰啲现代嘅阿战，即系有嗰啲芬太里啊嘛，咁其实佢哋又唔系话好知嘅啫，即系呢个议题到攞咗啲纯度冇咁高嘅时候啊，佢哋先至会耶，原来有影响噶咁样嗰啲。我见即系最近睇到美剧啫嘛，都有讲到高中生就已经有呢啲嘢啦，有啲原材料啊嘛，由中国寄啲邮包仔过去，跟住咧又组装咁样，咁冇噶噃，一次性嘅啫嘛，都系啊，你领咗嘢嘅时候你啊冇噶啦，好快咁，所以啦，你话对咩人有影响啫？咁至于你讲赢面方面，都系卡马拉哈里斯啊，我觉得赢咧嘅机会系大噶，十一月，因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嘛。正如呢一场你见到啦，一抽三边够嚟嘅啫，你当自己边个啊？系嘛，铁甲万能侠啊？其实啊，当日啊呢、这个嗰、那个僆仔啊嘛，爬上楼嗰度嗰单嘢之后啊，你成个美国嘅民情。你应该已经 endorse 嗰位啦，佢又好似列根一样，好似金乃迪一样噶吓，咁、啊、神勇无敌系咪？为乜啫啊？即系要争个位咩？哇！佢做到啲钱越嚟越少噶咯，啱唔啱啊？真系善长人翁啊！做呢个位啊，太过伟大咁啊，唔系几好嘅。美国人唔中意伟大嘅，觉得你扮乜嘢啊咁样嗰啲，反而咧啊，就觉得你系大支嘢啊，系咪啊？好多都系嘅 ，anyone but Trump 啊嘛。咁卡玛拉都系 anyone。你就算唔系卡玛拉啦，啊，揾翻阿登登嚟，可能佢哋都 OK 噶，整多四年。今时今日美国周 Q 维啊，都系嗰啲 socialist， 都系社会主义啊，又环保又剩嗰堆嘅。咁你已经知道冇得搞噶啦，国运由是而衰。就算真系侵侵在位啦，啊，你都唔担保啊，佢唔会衰落去嘅。咁如果卡玛拉嘅话，只不过加速啫嘛。又哪知道将来唔会否极泰来咧？系咪？到期时佢哋男奴女。鸡
嘅时候就会知㗎啦，好多时不过可能就估得返转头啊，係咪即係长远而言啦，同你讲一定会好返嘅民主各样㗎嘛， physical 嘅民主啦，又咪你有冇得唔執啊咁样啫嘛，有啲嘢冇得返转头㗎，唔通你同我讲长远而言佢一定开返业啊。话说侵侵今回呢最输票嘅就係呢个女性主义啊，咁所以我咪话囉，卡玛拉啊差唔多十拿九稳啊。点解呢？你话十一月时候啦，我哋分析啦，嗱有多美丽系统机系咪啊，又有呢个南边涌入尼瓜拉瓜各样嗰啲人啊，佢哋又可以合法㗎喎去决定美国嘅命运，即係我都想啊，系咪如果南部边境入我都可以有飞啱唔啱，咁以及啦又有呢个社交媒体嗰度呢畅行晒帮佢㗎喎，你见今次都见到啦吓，帮到尽㗎啦系咪，三对一，咁但係冇得搞㗎，你作为美国即係准总统㗎嘛，想系咪即係侵侵想面嘅，咁美国总统系一对五百都要赢㗎喎，战狼三百咁款㗎喎，唔系点俾你做啊，虽然掉返转阿卡玛拉未必可以啊，你冇一个科学研究好难讲边个劲啲，即係如果卡玛拉有一对三会点呢，佢可能一笑已知囉，咁就搞掂㗎喇喎，当你 challenge 佢嘅时候，哈哈哈哈你讲乜嘢啊咁样，咁就过到骨㗎喇嘛。即係今次超晒班啊，卡玛拉嘅表现啊，对答各样有条理先啦。咁以及啦啊，卡玛拉嗱，黑雪公主啦係咪啊，女性啦係咪啊，移民啦係咪，合法非法都好啦，非法可能再加分。所有嘅嘢啊都系讲緊非常有优势嘅。哇，如果侵侵咁都可以十一月嘅时候骑得稳，佢又真係天选之人喎。咁但係我唔通引返万子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点知呢啊，斯人斯下斯下呢，即係嗰啲食薯片飲可乐嘅最后都系揀返啊赵口祖，咁冇辦法㗎喎。即係佢哋斗星公啊只悭点灯。咁乜都好，今次侵侵失分最多嘅就系女性方面啦。不过其实只不过系将联邦嗰个权力就下放等州嗰度自己去决定咋嘛。你女性嗰啲啊，因为有啲就真係好离谱㗎，九个月大啦都已经竟然都容许可以搵妇产科医生啊，呢、这个唔系信仰嘅问题添啦，系咪九个月大㗎喇噃。所以侵侵讲嘅直情系讲 execute 啊，用呢个字㗎。You are doing execution。咁你话有时候侵侵呢就好似太过即系始终有人性化嘅一面啦、啊、有啲愤怒咁款啦。例如嗱呢、这个可能系何锦里失分嘅地方啊，就系讲緊啲猫猫啊，佢侵侵喺度话电视上面见到啊，吓虽然主持人呢一次否认㗎，佢话当地冇呢啲报案各样喎，冇啫，但系电视台有报啊嘛，咁即系真定假啫。咁结果啦，冇错，网络上面呢一片热搜就系、是、啊到底啊有冇呢啲事件发生呢海地嗰度啊嘛，啲猫猫狗狗啊啊天鹅啊，啲鹅啦唔系天鹅嘅一定，仲有啲鸭啊，咁点呢。咁其实啊啲片啊，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啊，哇即係将隻猫猫点样啊个头360度咁转㗎喎，720度啦可能。咁冇侵侵嘅意思系直情话嗰啲人呢啊就玉林啊啊嗰、那个百家一玉节咁样样嗰啲啊吓。但係我哋又要咁样讲，即係 evidence 呢啲嘢嘛，证据证据。咁佢始终都唔系直接有证据啊。720度咁转啫啊，嗰隻猫就你可以话佢系 execute 咗，但唔一定拎嚟食㗎嘛啊，称住咁样啊，嗰隻 Iowa 州嗰度啊嘛，嗰隻鹰啊啊又系攞住，咁但系你都未见到佢哋直接咧有个煲咁样跟住喺度整火锅嘅时候，你冇得咁讲噶嘛，系咪啊？包公审案啊，铁证如山啊嘛，冇呢啲嘢咯。咁但系有冇都好啊，听到嘅时候啲人就真系去搜寻一下啊，唔知噶 ，Google 会唔会之后屏蔽咗呢啲咁样嘅嘢咧啊？唔清楚啦，但系至少 Elon Musk 唔会啦。诶、欸、，Elon Musk 都话喂，唔系好对路喎、啊，你班友三打一都有嘅，唔公平啊嘛，系咪？其实就系拎落去啊，就话嗰啲新移民啊、非法嗰啲啊，走入嚟边境各样咧，涌咗入去之后，就对当地嘅生态环境啦、啊、吓，算唔算生态环境啊？宠物嗰啲就构成危害咁啊 ？They are eating them， 我都唔知啊。何锦里当其时咧喺度嘲笑啊，即系暗笑咁款啦、啊，望住佢，你唔知佢谂乜啊吓？即系可能就话，嘿，你有冇咁夸张噶？咁样一个谂法，亦可能系，诶，人哋都冇得食啦，食呢啲有几奇？啊万物皆供食用㗎嘛，有何不可咁样，即係去到至紧急关头嘅时候人系求生㗎嘛。
啊、可能是咁諗㗎就下唔清楚㗎。另外啦，何錦李亦使用到啊，即係嗰啲舊臣子啦，就話呢個侵侵啊，前朝嘅兩名將軍各樣嗰啲呢，就對佢不滿啊，又話如果佢有第二任嘅時候，不能想像啊美國會變成乜嘢，唔使有第二任啊，卡馬拉上嘅時候第一任我已經唔知道會變成啲乜嘢啦，啊準備睇好戲。呢、這個世界永遠都係朝更壞嘅方向行㗎，唔知點解啊，好黑暗啊嗬，酷黎日文，佢夠曬黑啦，所以啦啊，佢上嘅時候美國嘅一定不似人形，但係啊唔代表佢上唔到啊，正如啊英共咁啫嘛，你嗰班友仔話到明啊會加税各樣㗎啦，係咪？咁都仲可以選得落嘅時候，咁啊即係佢哋喜歡加税嘅啫，做人嘅嘢呢啲啊食得鹹魚啊抵得渴，既然啦佢哋都 endorse 咗人哋對佢哋差嘅，咁啊即係嗰啲叫 M 底啊嘛，既如是咁啊忍五年，英國仲難捱過美國啊，啱唔啱啊？啊你一忍就要忍五年嘅啦嘛，美國都係四年啫，不過冇噶咯，你有幾多個好似呢個侵侵咁啊？佢今次玩唔到就以後唔玩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亦都冇其他人好似佢咁啊，你望到噶嘛？我哋叫呢啲做樣板啦，哇做到啊啲錢又冇曬嘅，上台嘅時候咧就遇到有個僆仔走上天台噶係嘛？啲 FBI 各樣嗰啲又放水噶，特勤局咧又可以一走了之嘅。據以往嚟講啊，我哋推理咧好簡單嘅啫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噶嘛。咁啊睇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啫，邊個最大得益啊？咁啊梗係嗰條友最大嫌疑噶啦。咁但係今時今日你見到啦，乜都可以嘅喎。就算發生呢啲咁多不合理嘅事件，有人就話唔合理嘅事情咧係冇可能長期存在嘅。咁佢可能啱啦，但問題你長期兩個字咧，你要小心喎、哦。我驚長期長到咧，你睇唔到佢個結局添啊！啊，有時啲人咧，即係講嗰啲嘢，你可能等唔到嘅咯噃。莫講話佢選唔上啦、啊，就算選得上嘅時候，你見到啦，特勤局嗰啲啊，又冇追究冇剩嘅，可以就咁揸流灘。FBI、CIA 嗰啲又可以聯結埋一齊，以及啦，美國入邊啊，都唔知幾多蝦妹內衣嗰啲針啊，係嘛？有時中國同埋俄羅斯唔使派自己人添啦，啊，更何況佢有派自己人，講緊嗰個HKETO 經貿局啊嘛，話就話好似好大支嘢啊，山啊，以拖代變嘅啫。你而家眾議院過咗，但係嗱、啊，照按照啊嚇正常程序，你參議院又未過嘅。阿登登唔會簽名啦，原因放咗假啊嘛，係都等下一任啦。拖下拖下嘅時候，咁啊朝向中國有利嘅方向發展㗎啦，係咪啊？人哋咁多 lobby 型各樣，你西方國家如果真係有嗰個意志啊，我哋講意志兩個字啫，就唔使喺度拖拖拉拉啦。特請逢左必共啊，大家都和諧一氣咁解。揀得社會主義的咁啊 ，sip it up 係咁，冇其他嘅後路噶啦啊！只不過咧，世界咁大，已經再無容身之所噶啦。不過都好嘅，因為中國嗰度嗰只咧就正宗嘅嚇、啊，其他嗰啲又翻版，個效力就冇咁強。雖然都係糟質到不似人形，靠關係各樣縮骨卸膊噶啦，但係對面咧先至我見到單啫嘛，哇！單王嚟嘅喎，55歲，日接唔知幾多張單嘅。结果呢聂犬中衰山上丧，将军难免阵中亡啊，咁啊羽化咗啦喺路边。好难讲㗎，侵侵会唔会又系咁呢？就算佢上到啦 ,11 月之后啦，到时啊特勤局只要眨一眨眼啫，佢咪又唔喺度，好儿戏嘅啫。嗱，不过无论点，即係好似派成绩表咋嘛，考得好又好，考得差又好㗎 ,11 月嚟到㗎啦，咁我哋即管啊睇会发生啲咩事。就系、是、咁样样，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